吴昕宇那个很高哦，你会抓住吗？你要抓住溜下来啊！好，那你去旁边，后面有人要溜下来。你看，哦，呼哦哦，哦，用脚夹住啊！啊，你用两只手抓，还用脚夹住。来，用脚夹住，来，哦，好，你这样子就下来了啊，很棒啊，要爬上去太高了啦，咦，上面有人要下来了，你看哦，他用脚夹住哦，啾哇，这样子就啾就下来了，那你太高了，你要从楼梯上去。有网子，啊，你的衣服要脱起来吗？